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四个人吗？还有一个女生乔欣，你认识吗？乔欣，我知道啊，就你好姐妹吗？对，但是她咋现在都不联系我呢？迷路了吧？我手机，我去拿个手机。还是她也是跟有朋友一样得自己找路？晚上晚饭你过来吗？要吃晚饭了。我给打电话吧，我刚才给打没有人接呢，还挺忙不接电话。我给打语音也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。哎，你人在哪里呀？你咋回事啊？没有人理我呀。你咋还不来呀？你今天来吗？他会，因为他时间他档期也蛮紧张，其实，而且我看到他那个出发路口了，从北京到长沙嘛，是吧？罢了。还是先顾好眼前这位试住体验官吧。他睡哪？对，我睡哪里？我们就三间房。杨子，你今天住这儿是吗？哦，我今天住的这里。啊，住这儿，那就有朋哥住这儿，然后咱俩就住那个里面三人床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保护你。好，谢谢。我怎么觉得反而更害怕了？哎，这个是谁的？我帮你们挪过去。这应该是心如姐的吧？来，我帮你挪过去。不知道这个黑的是不是？我挪过去。显然，拥有一个能同时拎起两个箱子的试住体验官是值得夸赞的。好厉害啊！这还好，力气好大。右走。哎，你帮我搬进来了，谢谢。对，没事。哇，你一来就干这么多事情啊？哪像我们在给你服务啊？他在这边。可恶！说好了我要作威作福的。一不小心又变成了牛，做牛做马了，作威作福跟做牛做牛。怪不得我们那头牛走了。话说，因为来了另外一个，空气瞬间凝结。你怎么样？你要放哪？可以吗？就放哪 ？OK。火锅料是不是也可以开始？也许我们还要去拔青菜吗？就是你啊，青菜有你去拔呀。什么叫我们？我要去彩排演唱会啊！我真的要走了，不要拉我。他眼睛都瞪大了，是什么？不是我们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不是我们。